据媒体报道，12月8日晚，备受瞩目的第68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在三亚举行，11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佳丽选手汇聚一地。经过激烈的角逐，墨西哥小姐摘得桂冠。在海南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佳丽们参加了各种活动，经过层层筛选，墨西哥小姐最终问鼎第68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冠军。第67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冠军马努莎·希拉里女士为墨西哥小姐戴上蓝冠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哦。